佢呢個位置喎。Lost your nerve。救命！俾我你度啦啩？呢度先啦，你。二、三、四、五。哇！五槍你係咩？哇！走！冲埋！勇者无惧是勇者，不必怕。哇！佢呢个位置会唔会嚼到我？哇！好惊啊！咁都射我唔中，其实佢系弱智啊！我话俾你听，佢应该拉去打靶。讲真，快少少好嘛？哇！五六。What lost your nerve？ 喂，做咩成日踩到玻璃吓死？以为佢无啦开火，哇！系点啊？入弹入唔切啦，鸡弟，啊！一嘢拱你落街，哇！我都跳埋落去，斗快啦！西部牛仔，边个攞到枪就边个赢，六死垂手，大家都醒个，支枪系我嘅，指住你条颈 ，bang！ 哇，攞翻支枪先，西部牛仔攞翻支左轮，直索，你死硬嘅，冇子弹，奇怪呢支枪唔系无限子弹咩？唉，佢岂有此理，梗系我话直索真系安排得好，佢肯定点，哇，个头爆晒。Did I fire six shots or only five？ 哇，点解啊？黐线！准备要同 Jigsaw 决战，我哋要玩弄佢啦！嘿嘿，Hello Jigsaw， I want to play a game。你想点样愚弄 Jigsaw？ 你点睇？我这卷山龙，咣！直索，过嚟啊！哇，好黑喎，好惊啊！哇！系咪吓亲呢？哇！呢啲点解好似有啲机关迎住啲门会突然压埋嚟啊？嗯、啊，大镬啦！独木桥 ，Hello Michael， 佢话你帮嗰啲污糟嘅差佬喺佢哋嗰啲污糟嘅毒品交易。啊！为咗钱，佢话当然啦，唯一嘅理由就系你为咗报仇。佢话因为报仇咧，你曾经俾人抛弃。佢话咧，你有多过你啊要求嘅嘢，你啊逼到你老豆啊想自杀，而且你摧毁咗好多生命。佢话我话俾你，你嘅生命啊牺牲咗好多啊陌生人嘅。我下低咧，你有个陌生人。啊！你未见过啊！为咗你嘅生命，佢话你必须牺牲佢。佢话究竟咧，佢可唔可以啊？跨越佢以前嘅贪婪？系啦，拣啦，你要生存定死亡？哇！救命啊！生存定死亡？啊！我要生存啊！诶？咩事啊？吓、啊，我死咗啊！黐孖筋啊！咩事啊？玩得咁辛苦，我死咗。
Jigsaw Hello Campbell， 佢话你个仔冇事，佢揾我咧，佢问啲答案啊。佢话咧，佢揾到爱咧喺佢老豆度。佢话咧，佢话你啊，愿意牺牲咧就成功啦。佢话你而家通过生命，佢话你可以啊离开。啊、慢慢行走，找你的仔呢，他是不是安全啊？他不是在这里啊？他说很远，距离这里很远很远，我不可以让他住在一个世界游泳窝啊，陷阱的积数 Game over。黐线啊！即系所有人都俾积疏玩死啊！精神病，食屎狗吓、啊！你知道這个结局点啊？即系一开头咧，我哋咪用嗰个挖咗只眼珠嗰条友嘅，即系我哋个游戏嗰个故事啊，成个故事啊，穿梭于黑人 Michael 同埋。同埋呢个 Campbell 啊， Campbell 就想救见自己个仔定乜鬼嘢嘛，啊，一开头我哋前半段就玩呢个 Campbell 嘅故事，后半段我哋玩 Michael 食屎，咁我哋咧一开头咧我唔知斗快嘛，如果我跑赢咗咧，啊，咁啊 Michael 就死鬼咗，因为我系佢话要斗快嘛，我记得第一关。有两个 ending， 咁我点玩第二个 ending 啊？唔系要我由头玩过啊嘛 ？Oh, I want to play a game。睇下先，你觉得呢个游戏点啊？咩 flashback？ 话咩会洗咗 auto save 喎？洗唔洗啊？爆 good end？ 点爆喂？我而家又冇得即刻爆，我唔想由头玩咯，黐孖筋。唔好再玩多次，两个 ending， 我要点样玩翻个 ending 先？而家先讲，我哋再慢慢评论。点样？翻学玩翻一开始嗰度，咁咪要由头玩过，新 ending 要由头，重玩第八章就得。点样重玩第八章？另一个。个结局唔系皆大欢喜就正常嘅，唔系个佢唔系个结局好似无线咁 B B Q 嘅，呢啲系合理嘅。讲真啊，转 game 死咗出 O， 我你咩啊？转游戏转咩游戏 ？Flashback 咩揿下啦，睇下咩试埋个 Flashback 系咩？洗啊！反正你话系冇办法再捞我 auto save 应该冇用噶啦，咁啦，我 flashback 乜鬼嘢？金宝啊！睇下先，试下揿下金宝咁点啊？我咁样玩翻嗰关佢啊咁样，咁但系我玩翻 flashback 呢关，咁之后嗰个故事佢点拣咧？我 Michael， 你明唔明我嘅意思啊？是不是我又会即刻玩返？点呀，转游戏转咩游戏？如果咩呀 ?Player choose the path of fresh early in the game, Michael will get into elevator. 咁啊 ,game will play. 上 YouTube 搵 happy ending。我翻去睇下，我一阵完咗我自己睇下。玩咩游戏？我转 game 啊！等下先，我转个游戏先。我先走咗出去先。我有一只 game 嘅，我都谂到可以玩下嘅。趁而家，你要去玩下，你要去睇我表演，因为时间就无多。你要去睇我表演一个游戏，切菜。有啲人话咩啊？街霸。Forza 比较难啲啊，应该安排唔到。
人中之龙，要唔要玩人龙？Sim City 我冇，我未有。娱乐金鱼眼玩忍龙啊，快！我即刻玩啦，我玩究极难度。呢个忍龙系新嘅，有啲最新超难、更加难嘅人工智能。一上集上年可能好多嗰阵时仲系未太多人睇嘅，未有八千人睇嘅时候，我就斩瓜切菜玩咗个难度系。呢、這个我俾你玩下睇下啦。呢、这个难度系难好多啊！呢、这个忍龙，你有冇？你知唔知忍龙呢个 game 系所有动作游戏中最难嘅游戏？冇呃你，而我玩呢个游戏系榜上有名嘅高手中嘅高手。好，嚟啦！准备呢游戏好呃钱，佢第一次整嘅时候咧，就系啲电脑嘅弱智电脑嚟。我买完之后我就觉得好易玩，之后后来先知道原来系，后来之后呢个先至系完整版。佢根本只 game 啊未整好，佢急住放出去呃钱。点解？之后后来我先明白，原来呢间公司啊，俾呢个光荣暗荣收购咗之后咧，就变成咁样，就咁鬼贱噶。啊！就咁样出下就呢、這个就等于无双嗰啲咩猛将传嗰啲道理，好贱啊！黐孖筋，我最憎呢啲咁嘅奸商啊卖 game。我你睇下，你一阵睇下就知个难玩程度系点。你想由头玩定系睇呢度？我玩咗少少啊！你想由头玩定咩？飞咗去呢个，玩呢个由头玩定咩？玩呢个啦，因为我主要系俾你睇下我片屠杀怪兽嘅能力，我捞好耐啊，食屎，冇耐性啊！快啲啊！又话忍者，忍者要快啊，捞咁慢唔合格。好嚟啦，睇下有冇叻机先，我哋先测试下，因为。片人的时候好快，有冇叻机？有冇？信唔信？有冇叻？有冇叻机啊？冇啊！咩都得快，信啊！我片人啊！我片人的时候好鬼好鬼难玩啊！睇下有冇招埋先，冇招埋，穷到窿。好，准备啦！你唔好眨眼，啲电脑系快到抽筋，我惊你睇唔到我做紧啲咩一阵。但系你而家睇落去，你唔好以为好易玩，我中一刀你就知道我难玩嚟先。好，冇事，暂时都一滴血炒人靴。好轻松松。再嚟，你系咪觉得我好劲？你系咪以为哇？你系咪以为系玩得之前？我话俾你，呢个难度系最高难度嚟，我唔玩低能难度，我所有游戏都系最难。我变落去先，分你先，轻轻松松，一盏呢度都未系最难玩嘅地方，你睇下一扣就扣好多血。呢个 game 系冇得补血嘅，顺带一提，要玩完一关先补少少。等等啊，系啊，死啊，再嚟，分你事，再嚟空中解体。哇，系，你啦，我啊大镬啦。已经冇咗三分一，再嚟哇！救命！再嚟分你啲，死你！一人打落去，再嚟切菜，好
慘，我係用人哋啲忍者已經係進化有槍，我就係用緊刀，最原始。好多啦，救命啊！哇！點死你？好死啊！絕招！出下忍術先，都唔係都貴勢。哇！又嚟攞草氣，打死你！再嚟！最中意分人，再分！正蠢材，收喺你后面都未知，劈死你，挡啦！再嚟，空中解体，最后一只系嘛？哇，有盾牌，哇，有人抌菠萝，一只抌落去，死啦！最后一只啦，轻松松。冇得补血，系净系用个忍术可以补血，或者过一关之后可以补血。一阵会打大佬嘅，我希望可以打到佢。个大佬系要见到个大佬都好困难。Mission you two。好，爬墙先，掉飞镖。你唔好以为好易玩，你系觉得易玩咧，系因为我玩得劲。我再次强调，你可以，如果唔系咧，你可以自己。啊！买呢个游戏试试，你就知道呢个游戏黐线之处，冇呃你，血量系扣得极快，你睇下，所以你就知道个难玩程度唔系讲笑。好嚟啦，扯战扯退，救命啊！好必杀技！俾少少血我回，好好彩啫，要翻条命仔。买唔到字喎，睇睇有咩招买啊？冇咩招买。嗱，嚟啦！睇著我话咩？呢度会有大佬打嘅，但系精神病，我希望俾你见识下个大佬系几黐线。呢个游戏如果你有任红白机有玩过，字细个忍者龙剑传都系难玩到黐，有一只我爆唔到机嗰啲游戏。好，踢落去。出个忍术先，补补血，再嚟，死啊！打呢啲又话咩？玩呢个游戏咧，你要谂下真人，你都唔可以一打技，你一定要谂办法一抽，即系引人哋去角落啊，或者点食，你俾人群殴啊，实输。走啊！啲火箭炮友一定要怼冧先，你睇下，如果唔系系咁样，我救命啊！死咗啦！你睇下，我话俾你听，难玩就系呢度。而家你先见识到呢个游戏，我谂十分之一嘅难度嗰个，之后又会再越嚟越难，越嚟越难。呢度只系一开头，我俾你见识下大佬啊！呢半个钟我谂应该见到。好运嘅话应该见到，四个火箭，火箭，好，系你走啦，我走落去，分你尸，呢只 game 系好着重分尸，你分尸嘅时候就系无敌时间，你就可以继续玩落去，你就唔怕俾人执，哇，好险啊，揸啲背部又俾人偷一刀，好。好啊，起先啦，冇讲咁多。
我一张积疏啲压力发泄咗落去，俾人玩，冇办法玩积疏就玩呢啲咁嘅卒仔，死啊！再嚟，哇，系，系啦，避开先，再劈。点解人哋有枪就冇啊？冇枪咁唔公平！出个绝招先，好，哎啦，又系火箭炮人，唔使讲啊，要即刻，哇，咁多火箭炮，哇，好难，哇，咁多人，系点死咗啦？总算减咗少少压力，嚟嚟先。再嚟，其实你觉得呢个 game 难唔难玩？你就话好易，我有一估到，好易玩。哇！之后我就会同你讲，叶师傅唔系咁易啊。哇！武器先，应该最后两只。你以为系咪完啊？你以为系咪可以过关打大佬？你啊上嚟啦！一浪接一浪，仲有一扎卒啊！你睇住啊，有啲狗忍犬最难打呢啲忍犬，话俾你听。如果我见到大佬，大家都系一饱眼熟，我话俾你，你可以见识下我点样。大佬一嘢扣我啲血嚟扣几多？再嚟死一只先。杀得一个得一个，哇！呢只 game 唔系无双型啊，啱啱有人见到话光荣就系无双。如果你以为呢个游戏系无双，你都大错特错。你睇我打到咁辛苦，你就知道绝对唔系无双嗰啲斩花切菜。我行步路都有困难，冇办法安定。哇！差啲又俾人捅一刀。片地力一嘢分你知，救命啊！你救狂啊！救命啊！得翻只拳，唔好啊！点啊？仲玩唔玩啊？差唔多，即系23分啦，俾你玩埋 ，boss 未？要打埋再打多两个关卡，呢啲呢扎狗打完之后再打一扎卒，跟住就可以见到只终极 boss， 就一刀扣你3/4血。仲转唔转游戏？仲想唔想睇？玩玩埋 last 一铺，再劲玩得劲，呢、这个难度更劲。你玩咗啲咩？之前咪有啲捉象棋好劲嘅，唔知打过 IBM 咩深蓝嗰条友。嗰个人捉棋劲唔劲啊？佢都输俾 IBM 电脑，你会唔会话佢渣？会系嘛？呢个只能够话电脑更劲。我睇睇啦，睇下有冇机会让大家睇下我点样俾电脑弱嗰大佬弱杀。点落去先？一得半个钟啊，无谓开新 game 啊，玩到半个刀后刀废。俾你睇下啲动作场面，欣赏下，听日先开新游戏啫。点入去？你提议下有咩新游戏？你想玩咩？你 send 去我 PM 或者贴去 Facebook 啊！你叫佢 Facebook 个长路，我听日慢慢喺公司慢慢考虑，慢慢论。我只系呢一刻，等我暂时解决咗，睇下可唔可以俾你哋见下大佬先。呀！我工作就系呢一样嘢，绝招！哇！喺我隔篱开火箭炮，你都唔敢死！分你尸啊！好鬼憎啲火箭炮！哇！一嘢攞啲飞镖点落去先，唔好讲咁多。哇！穿墙啲火箭炮！剪落去，救命啊！哇，我都算劲，我真哇，
被火箭炮轰咗两下都未死得，呢个忍者都算命。好啊，佢师傅讲咁多，出忍术，草气啊！哇，你得几聪明，识得换枪，换枪，见到系 A 啊！你见唔到我评价？你仲以为我系玩得渣？已经 A 级嘅忍者技术上瘾，劲过老陀啊！啊！死一只！哇！死狗！哇！救命啊！俾人捉住扣好多。好，入去杀！哇！救命啊！我究竟有冇办法令到你哋睇到大佬？定系竭坚如来还看今朝？救命啊！你俾我唞下得唔得？你超人，冇得玩超人喎！以前 ，sorry， 你有冇玩呢代先？呢代唔同啲喎，呢代难玩好多。点啊？廿六分，仲玩唔玩？定系读埋篇潮文语？我惊你唔开心啊！话咩乜鬼嘢？时间完。玩多一次啊！希望你睇到结局，我想睇到俾你睇大佬。我话俾你，我打大佬，除非我突然间领唔到咩独孤九剑，否则我见到大佬都系俾佢两下。我估大佬见到我，我可以打三分钟，咁我又会瓜残。但我想俾你睇下个大佬系点嘅样。第一打第一版我冇难度，系打啲狗啊先会输。避开你，想劈我，再嚟分两次，再嚟两剑，哇！又俾人捉住，出个忍术先，出忍术系可以保血。哇！有人攞火箭炮，边啊？边个人用火箭炮啊？哇！奸得你，离开先，杀啲火箭炮你输啦！呢个战术，哇！杀！再嚟！哇！飞镖系打唔赢火箭炮，你又要记住。整停佢先，攞飞镖，一嘢片落去，仲唔死？一嘢片落去，再嚟。Yes 级啊，时间系好嚟啦。引犬，片落去，哇！咁劲一只狗，再嚟。杀咗一剑，一嘢大力劈落去，啲狗追住我唔放，杀多剑，飞燕，哇，你心毒劈，救命啊！死啊佢，仲唔死？芬尼斯 ，OK 好多件啦、啊。死狗，哇！我啲血啊，妈，太难玩，真系黐线。到埋边潮文完啦，忍术得一次嘅，你以为如果我可以狂出，如果我系胡忍嗰啲无限查克拉就好。我是要储满下面那条棒，我才可以出到忍术。你叫文水，生日快乐、啊、打狗用爪。我下次我试下，我会吸取你的经验，多谢你。好，咁啊，今日呢就有个兄弟要我指明啊，读呢个留名嘅
系统功能咧改变嘅潮文。